是要掌握的時間等等都要好好，所以他剛才失了。咁但係相反喎，現時歐洲嘅運動員咧，比賽都用呢板啊，放放下突然間削一板咧，令到你難以亦都應付嘅。但呢板靚啊，再一板發力，好衝噶。陳七華夠埋一個車身，再一個關鬥，再夠埋噶，再放高，盡量表演。嗱，許昕才呢板咧，再嗱呢板。縮矮仔啦，俾佢啊！如果陳新華呢個波自己唔擋啊，俾許昕才擋翻個仲精彩嘅，咁變咗佢就趕唔翻個擋咯喎。